大家好，我是多伦多皇家地产新概念 Royal LePage New Concept 的一名地产经纪 Wendy Lee。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楼花项目是即将在加拿大 BC 省 Surrey 市推出的 Park George 乔治公园27。乔治公园27的开发商是加拿大协平世博集团 Concord Pacific。 楼盘位置是13778 100 Avenue Surrey BC 省。房型层次呢一共有36层344个 unit， 一到三个睡房。预计交房时间是2022年春季。 Surrey 是在 BC 省发展最快最有发展前途的自治市。 Surrey 市正经历着人口的急速增长，每个月约有1000名新居民来定居本市。也可以说 Surrey 市是 BC 省内最年轻的城市之一。Surrey 市内各处正在建设基础设施，以应对城市新的增长。乔治公园27是由著名开发商加拿大协平世博集团建设的社区 Concord Pacific's Park Place 的最后项目，以 Surrey 市中心独特的高科技住宅设施为特色，坐落于靠近交通、公园、购物和城市便利设施。2018年在大温地区销售最火的区域，涨幅最高的地段到底是哪里呢？房地产调查机构 Real Estate Investment Network 已连续六年把 Surrey 评为 BC 省最值得投资城市的第一名。Surrey 是个飞速发展的城市，每月这个城市迁入超过1000人。Surrey 在政府注资的大力支持下快速崛起的新型城市，早已今非昔比。全面升级的交通系统，蓬勃繁盛的就业环境，崭新健全的公共设施，房价年涨幅更是大温地区增值最高，大温地区的楼花热烹地段。该楼盘由著名开发商 Concord Pacific 精心推出，位于最繁盛的商圈地带，不仅有着市中心的喧闹生机，又同时拥有周边250多个公园和6679英亩绿地，更有公园之城之美誉。商圈及各大建设仅在咫尺之遥，大通华、Walmart、Best Buy、Safeway、Winner 等购物中心，近 Surrey 市政府、全县图书馆、总和医院、税务局、银行、餐厅、社区中心等。因此，无论从人口增长、工作机会增加以及运输网络的持续发展来看，在未来的五年里， Surrey 市将成为最具有房产投资价值的城市。离 King George 天车站 SkyTrain Station 步行两分钟，西蒙菲沙大学 Surrey 分校步行十分钟， Surrey 购物商城步行八分钟，TNT 大统华超市步行9分钟， Holland 公园步行7分钟。如果5月份以内通过 Wendy 收购，
乔治公园二期的客户能享受以下的优惠。2-year leaseback program for 1 and 2 bed, 20,000 closing credit for all 3 bed, no development levies, no occupancy fees, no parking and locker maintenance fees. 好棒哦！如果您对此项目感兴趣，请拨打647-987-2866，或者发邮件 Wendy Lee。loyalthepace.ca 或者加我的微信吧，我会给您提供楼花单位的平面图以及更详细的信息哦。除了乔治公园二期楼花项目以外，我可以帮您了解其他多伦多楼花项目以及有关买楼花时注意的事项。欢迎各位的咨询，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